年夜饭上的一道金玉满堂，平时做给孩子吃也非常适合。红椒切成丁，瘦肉切成末备用。油热开小火炸一个腰果，炸至金黄捞出，不用起锅。下瘦肉，炒变色，放少许盐、糖、老抽，煸香后捞出。另起锅下玉米、红椒，炒断生后，放肉末、腰果，一勺盐和生抽调味，翻炒翻炒，撒一把大蒜叶，满屋飘香就可以出锅了。